Hello， 大家欢迎回到食药咖啡馆系列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台北文昌街二楼的 Congress Cafe。座位数呢虽然不多，但每个座位都可以看出老板的用心。也有室外座位区的部分可以做选择，从充足器具、家具、装饰等等的选物呢，都十分有一致性。暖色复古的灯光配上咖啡充足的香气与视觉享受，让这间咖啡厅立马成为我们办公朋友聚会的好去处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重要的饮品吧。基本上他们家的咖啡种类就是应有尽有，也有茶类、甜点的餐点可以做选择。而这次呢，我们所选择的是京都夜蝶、台湾式咖啡、芳香万寿菊咖啡拿铁与黑糖咖啡拿铁。台湾式咖啡呢，是一杯中规中矩的好咖啡，但也没有太多特点。最令人惊喜的还是京都夜蝶的特殊风味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Congress， 十分推荐你点一杯独家特调来品味一下。不同于一般连锁店咖啡只有酸与苦的风味，京都夜蝶的烘焙风味带你进入更深层的宁静。对我个人而言呢，多层次的味觉体验、怀旧的灯光、飘扬的悠闲气氛，仿佛遇见了多年未见的老友，用绵延不断的话题诉说着一个情怀与故事。拥有这份情怀与文艺气息的朋友们，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Congress 的咖啡。一杯咖啡，一段故事。下周我们又将遇见什么样的故事呢？